新一届的港姐啱啱出炉，呢日三位得奖佳丽就开始领奖的行程。冠军王嘉文的外籍男友在决赛夜曝光之后就成为记者的焦点，还被人说他似荷里活男星雷神，而且选美结束之后好像还上了王嘉文家。啊，有啊，他昨天也有来我的家，跟我的朋友啊，还有家人一起就是庆祝，对，所以他也有就是跟我说，congratulations 这样子的。啊，我觉得有假期的话，我们去吃一顿好吃的，对。至于亚军王菲同季军古佩玲，决赛完咗之后都不约而同咁失眠啊。其实我好眼瞓，但系我就系瞓唔着。系，我都系咁嘅感觉，系啊。